女儿吗？但是你的座上嘉宾有谁啊？田妈妈跟田爸爸。田爸爸、田妈妈，不去女儿的场子，跑来你的场子帮你加油。哇，很感谢他。前几天我还跟他妈妈在 LINE 而已。啊，你跟田妈妈在 LINE？ 对，因为我跟田妈妈有互相有 LINE 这样子。五私交哎。对，然后你都聊什么啊？只有比如说不生男朋友这件事情吗？没有，我不去了解这些，对对对。然后他妈妈就比如说看到比如说今天节目上有谁，有我的话，他就会说今天看到你在煮菜，好开心哦。啊，今天可以听到你唱歌这样子。哦，对，然后所以田妈妈真的是你的这个铁粉哎。对，然后他最近跟我聊一个话题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他跟我聊香蕉这个话题。跟你聊香蕉这个话题。他说哇，最近香蕉多吃哦，因为香蕉最近很贵。然后因为我就跟他说，我住旗山呐，我过年的时候回旗山，我再寄香蕉上给你。对，我们的话题最近是香蕉。真的耶，你真的是婆婆妈妈的最爱耶，真的师奶杀手耶。我也没有想到是这样子，真的耶，把你当这个自己的小孩在疼耶。是，所以真的齁，所以刚刚田馥甄说他希望能够抢到门票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门票的开卖时间呢？好，在2月4号中午12点年代售票系统。对，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抢票成功，然后就送给姐姐跟那个田妈妈。乖小孩说田馥甄你不用抢了啦，我们透过媒体直接许富凯本人要亲自代劳，要不然就以身相许了。声音，对，声音。因为直接送这堆。以身相许，对，声音的声。声音的声啊，对，因为田妈妈爱听台语歌嘛。啊，是。是。所以呢，这个希望呢，这个5月7号的高雄巨蛋也能够再次邀请到田爸爸跟田妈妈。嗯。田馥甄一起来好了啦。如果没有发片计划的话，一起来哦，全家一起来听这个许富凯唱歌。所以呢，这个谢谢田馥甄。大家好。你好。哦，你看我就票抢去参与过，我不是艺人，所以面对着你们是有一点压力哦，感觉新兵了。新兵。但是今天很多地方在开记者会，所以来现场的所有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谢谢，多谢啊，真的谢谢你们来。哦，刚刚我也在旁边看了傅凯说讲话。嗯。有没有进步？我坦白讲，有。有。也是各位鞭策出来的。感谢。再一次谢谢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很多扣掌。其实你一直以来就是很照顾许富凯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送上这一束鲜花，像是有另外一位超级天王给你拜托。修正。啊，照顾他。啊，不止照顾他。这样不公平。有对有。没有独后，没有独后。大家都一起照顾，一起照顾。这些那个台语歌坛的后劲，我们这位超级天后都非常非常的重视，很关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请求几张卡片，我卡片哦，人呐、二姐姜蕙，姜蕙啦，我是上无带目镜，是哦，飞机的，所以拜托，来，啊是徐富凯，你别搞别，你别搞别，来，徐富凯念一下，有二姐的亲笔签名，好，恭喜富凯终于在巨蛋开唱了。虽然你已经有很多的经验，但当嘉宾和自己的演唱会压力还是不一样的哦。台语歌要靠你们这一代来接棒，二姐在这里祝福你演出成功，加油！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真的。回你的想法。哦，对。扩场点名了哈。应该是说台语歌要靠你们这一代接棒，还有。二姐在这里，你敢吗？我不敢啊，不敢。哎呦，人家要接棒，你给我压力啊嘞！会惊嘞，会惊哦。啊，够啦。二姐在这里祝福你们啊，祝福你演出成功，加油！耶！然后说谢谢二姐，谢谢。真的，而且还有亲笔签名哦。这个字是最值钱的。真的，基本上已经快要很难拿到二姐的亲笔签名了。对啊，这个留着纪念了。对啊，聊起来了。然后我谢谢各位哦。富凯要去台北呀。他难在哪里？就是感觉的问题，因为台北人多嘛。哦，比较多方面的人，爱听歌的人比较多。高雄确实少了一点点，所以历代下来呢，不是要上的人要多，相当有把握，就是数下来能够，大家应该都很清楚。是高雄能上大巨蛋的人真的是不多。对。哦，所以富凯我会说，
算你勇敢呐、啊，哦，好像我们也大胆呐、啊，大局也大胆这样，那就请你加油，好，然后也谢谢大家帮忙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快带来，快带来。我记得我刚刚在后台听到的不是这样哦，刚扣场是说，我做明日之星在不做贵你啊，收视都是冠军。即摆许富凯第一次站上高雄巨蛋，那客输票房没有秒杀。好、啊，我想讲这个、哦、秒杀哟、哦，秒杀秒杀哦。安诺，可以吧？很紧张，希望能做到了。对，谢谢。对，所以要有胆量跟勇气，希望能做到。对，好、哦，阿哥嘞。大家的支持跟照顾，好，谢谢。